Shifan 呢是我们通俗的一种说法，也叫十方音乐或者叫十方古乐。那实际上呢，这个十方古乐呢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据我们专家考证可以追溯到西汉。十方因为它是分为两大派，就是南十方跟北十方。北十方它是以打击乐为主，就是比较着重于锣鼓，十方锣鼓比较震撼。南十方呢它比较细腻，就是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打击乐之外，它还有拉弦乐、弹拨乐、吹管乐这些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完美的这种乐队。那因此呢，我们这个目前的连江十方肯定是属于南十方的系列那我们的连江十方是属于福建十方的派系就是我们纯鲁宣的时候是集各家之长，所以我们目前演奏的风格与其他的这个能够保存下来的乐队来相比的话更丰满一些，风格更独特一些，就是在音乐形象上更锐耳一些。我们今天能够取得阶段性的这么多的成果，我觉得就是两个方面：一，当地政府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二，由专家队伍的支持；当然第三个还有很重要，我们自己本身的努力。先让我们这个音乐让这个年轻的一代感受，你先听，说通俗一些，说你看看好听不好听，好听，好听，知道这是什么吗？就跟他们介绍，就在我们家乡有这么好的一个音乐他们就喜欢上了。好，喜欢上了那怎么办？学，让他们来学。我们有计划，就是以广州中心小学这个为基础那在全县范围之内呢成立一个学生的民乐团，重点就是做十方古乐。因为十方古乐你也需要有民乐的基础嘛，基本上现在教育局已经定下来，来拨了专门经费来组建。这个资金方面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也得到我们当地的镇村的支持，我们就很愿意作为一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这样一个团队，参与这国家层面的或者是省层面的都要交流，这是肯定是可以做的。那因为我们这个团队的结构，人员结构非常有特色，就是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团员是华侨身份，原先他们都是在美国定居的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他们就陆陆续续的回来，因为心里面放不下一件事，原先自己这种玩过的十方因为离乡背景而放下了，觉得很舍不得，因为他们的离开家乡的这种活动没办法很正常的开展，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就回来的时候就倡议一定要把这个十方重新振兴起来，所以他们一回来马上就行动组织活动。那应该说目前我们这个活动有这样的进展，有保护，有传承，应该说初步达到了这些老队员老华侨的心愿。